这一集比较特别，会分成几段来放，因为到那个游乐园，太多美好的东西给我拍了。吃个早餐。啊，真香！小巨玩具旅程的路线。第一辆火车来了，换了多辆火车。终于到了去哪的站了。换下火车。入门票是实现在网站给我购买。小黄人大家庭。这里可以看游戏和表演的时间。这些人只先玩这，依然有个想法，就是带着相机拍本下不说。还有个武器眼镜架比较新鲜。上面。この反重力となればスパイダーマンでも私を止められない。